们来看看东方苍龙它的一个样貌啊，中国古人的智慧。星座相信大家一定都不陌生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中国古人将天上的星星划分为三元、四象、28星宿。在夏至日落后，你会看到镇守东方七宿的苍龙横卧在东南方，这就是飞龙在天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这个角宿一呢，就是我们东方苍龙七宿中的第一宿，织女座的最亮的星。再往这边呢，我们到从龙犄角，然后到这个龙头这边，亢宿、底宿。那天蝎座的头呢，就是房宿。房宿在这里。新秀，新秀二，大家一定都不陌生。七月流火，我们再复习一遍，说的就是它，也叫做大火星。新秀在这里，尾呢就是天蝎座的尾巴，哎，就是也就是东方苍龙的尾巴。尾季秀，哎，季秀在这边，像一个簸箕一样，这样，是不是这样就很像一个龙的一个样子，七里拐弯的这样的。如何认东方苍龙，你学会了吗？我是寻天者叶子怡，我的梦想是跟一亿人一起看星空，跟我一起许愿吧。